欢迎回到美都新闻。六月一号，南京市在华印尼留学生协会成功举办了名为2024努山达拉我的印尼智美国际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，吸引了数百名南京市的当地居民和印尼留学生的热情参与。此次活动在南京市米旺之境隆重举行，成为一场中印尼文化交流的盛宴。当天下午2点，随着印尼驻北京大使馆代表的宣布，这场盛大的印尼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正式拉开帷幕。活动中，印尼学生们通过展示印尼传统服饰、舞蹈、音乐以及烹饪技艺等多种形式，向南京市民全面展示了印尼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同时，他们还介绍了印尼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吸引了许多市民对印尼旅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，不仅促进了中印尼两国文化的交流，也为南京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盛宴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